月薪2万也能买房吗？答案当然可以。银行定存的利息是越来越低，手边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却又很怕花掉。台股的行情上冲下洗让人望之却步。到底如何才能把资金做最有效的利用？首先，何谓租金投报率？怎么算？租金投报率就是你的单月租金乘以12去除以你的购物总价，这个就是你的租金投报率。那何谓现金投报率？就是你的年度总租金减掉你的年度的全部的贷款利息，除以你的购物自备款，加上你的购物及整修的费用，这个就是你的现金投报率，等于你每年收租的实际收入。我用这个大套房做一个例子算给大家听。假设我们成交270万，贷款180万，设定利率2%，每月利息1653元，而整修费加购物代书费是20万，单月租金是8000到10000块钱之间。那我们这里抓保守一点，我抓8000，则它的租金投报率则为12×8000除以270万加20万，等于你的租金投报率为3.33%。那现金投报率是多少？这个就是8000减掉1653乘以12，除以你的购物的自备款加你的整修费用加购物代书费110万，等于6.92%，等于你的现金投报率。意思是说，如果你现金110万放在这里，你一年就能回收76000元而你的投报是6.92%，快7%。如果你是用10000块钱把它出租掉，一定超过7%。那我们贷款30年本利摊还一个月是在6653元。你是要去租一个8000到10000的套房帮别人缴房租，还是要自己买一间大套房，月付6653元？未来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并可以在房市红利出现的时候选择以小换大的方式实现你的房地红利。这个就是与其租倒不如买。在这里我要建议你，并且让你活用房地产的六大功能，让你的未来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的房地产它有住的功能，可以自住累积财富，换屋赚取现金流。第二个，它有具有储蓄理财的功能，当你每月本利摊还的时候，你在累积财富抗通膨，钱是越来越薄，所以5到10年后的负债是越变越小。三，以房养老，人生的退休金自己赚，买房出租，利用租客缴房贷赚取现金流养老金。第四个，以房养房，自己赚钱扛房贷，为什么不让你的房儿子陪你一起扛房贷，利用投报率赚取现金流，提升下一间房的还款能力，让你轻松买房。第五，它还拥有节税的功能，留钱给子女，倒不如留一套投报房给子女，既能赠与节税，又能包租代管，让人代替管理。第六，转增贷，获取更低的成本的资金。谁说房价涨你不卖就是赚不到？利用转增贷获取资金，它拥有利率低、期数长，有利于你的资金运用及人生规划。以上就是房地产的六大功能，而民生凯悦是一个完全符合这条件的产品。我再说一次，它的租金投报率是 3.33%， 它的现金投报率是 6.92% 起，小资族、首购族、退休族最适合的产品。如果你有兴趣产屋，请你来电预约。如果你有朋友适合这个产品，请你帮我推荐他。其实改变人生就是买第一间房开始。谁说年轻人就要当躺平族？辛苦一阵子让你快乐一辈子。